12月15日，京东老婆李佳在微博晒出一张美照，写道：快乐会像感冒一样被传染。照片中，李佳身着黑裙，产后火速恢复身材，气色也非常好，举着手机灿笑，心情尤其好。2010年，京东与李佳结婚，15年初，他们的第一个儿子降临人世。今年有网友晒出疑似京东的朋友圈截图，写道：2017年9月12号，我的宝贝，欢迎你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愿你永远健康快乐，伟大的母亲永远开心美丽。被网友猜测将再当爸爸。8月份，媒体爆料李佳近期出街，素颜挺大度，一看就是怀孕的样子。随后不久，京东更被爆出月底就赶去香港陪产。果不其然，不久前李佳生下8斤多二儿子。这世界很酷。